一千块，我招一个就好啊！无一千块，套条乌鸡的一千块，一千块还有人要吃吗？食好的对家己还有一千块，找个丁仔俩一千块，一千块一千，一千块咯，一千块。你无买的人给你上上我无？你等下最近三三五米白醋，我稍微问问咧，炒炒的好啊。四百你食看嘛，四百块。来，你妈咪讲四百，你食看嘛。 四百了，四只看卖，我的套条也卖卖互你老贵啊，四百真正比较少来吃，四百，四百搁一个，好，这个钱，来倒过，四百搁要吃四百块，四百搁来哦，四百头前要十分，四百搁来好无？四百你甲咱买买好无？四百进来，四百搁有买来无？两百了好无？剩即几只我卖卖两百，两百多少？ 吃，一张叉叉，两百个要啊，紧嘞！人家几只我卖卖，几个？两百，多少钱块？一个了够几个？多少钱块？你左手边个一个啊？我坐，多少钱块？早餐包咯，来两百个来好不？来几个吧？两百个来，敢不？来一个。两百个来啊！这两只总计几个啊？紧嘞啊！十五块了啦！ 要一千块啥？你要一千块啊？这两只卖你十五，我两百七，你卖十五啊？十五。一千。没有。没推啊，谁给你？所以第一个拿起来。来，到那边吃牛排跟干贝这两项。牛排跟干贝这两项物件，有那边吃？要吃你手下的，无买话跟要吃你夹手咯。你要啥物？来干贝，来干贝，跟你的牛排拢起起，干贝牛排拢起起，放在你起。我好像有东西要买。 我牛肉生活啦吼，牛排，来，有人要食嫩鲜的无？这块牛肉我讲弄贵啦，这种肉食无想要食来开一千块啦，来一千块啥物事？一千块了啊！这一条外行我凊彩半条就四百几啊，三百九十九啊，这一块半对半行咸免八百，两条啊千六一千块啊，这块搁送你，这块请你，这块搁你，一千块一个人提买，一千块啥物事？一千块。包贵了啊，几块？你看我最近你卖牛肉十来千块烧包，逐工我无够，拜二当下头无够，要搁载来。 你讲卖三千啦，来来一千块一个好无？一千块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，牛肉剩只来哦。是毛买过，惊啊吃啦，还是嫌伤济？来四百一块嘛，好无？四百块咯，来七只块嘛，四百了，来四百块上面吃四百，四百块，四百块，包括四百块上面吃，我牛肉只拢进去，偌几块？四百这个一个，四百个买啊，四百块，我买放只四百了，四百块，四百了，四百块，四百块，四百，四百拢有啊，好，我来，来偌几块？四百，四。 欸，恁试食看嘛，我牛肉只弄啊，两百了，后摆讲无买啦，你买一块罔行啊，暗时暗时等去食食啦，真正好食啊，两百啊，后壁一个啦，两百啦，好，再一个，紧个啦，两百拢买啦，甲只卖卖出去好啊啦，来啊，还佫一个啦，两百啦，放咧两百还是有啊，无啦，你嘛高食啊，两个啊，你嘛莫无半个，两百佫有买来无啦？先生是啥？对一个先生，吼，我有收听着偏贵用，两百了啊，先生。 阮举重菜市也是在你行人食嘛，叫先生。无啦，讲笑的啦，两百啥物来啦？哎，拜托的啦，紧的啦，师奶坐啦，两百个咱买买啦，拜托的啦。哎，高姐坐啦，师奶坐啦。手机也袂改变啊，师奶无啊，这证明属实，证明查甫师奶无啊，这当证明是安尼，好，谢谢，感谢你来客气啊。来，你好，你钱的人给手机也给，不咯。 哎，我怎么又问你？而且八块。我有没有？哎，有一个十元的是什么？哎，宝宝，你几百块是那个花枝牌啊？花枝牌，十元。花枝牌，香港没听到。哦，我没有买花枝牌。应该。还是还有一个十元的。十元，我那赚钱。我那赚。哎，我这已经买到了鸡翅买什么？哇，去了，这下。有请镜头看。来，幺六。这什么？这地上算你行吗？算你行哦。这几个，这几个莫比啊，你都去啦。 算你，算你，哎，可以。这，哎，老师。哦。来，算你先来哦。来，下面就算你的，这个你让人搞车的啊。哎。啊。来，下面就算你来开五百，你来五百，来五百，刚好要借来。好，借来。来，两袋。来，三袋，来，四袋，你，来，这袋过来的，五百块了啊。好啊。就先安尼。好。 来收啊！来一袋，来两袋，三袋，来四袋，来五袋，来五百块了。来一袋，两袋，三袋，来四袋。
来个对。来个姐。来三对。来个对。来个八个，我要进来无？来。来五百就抓着哦。来五百个要吃哦，来三百试一下看卖三百。来进来。来抓着三百个哦，想要吃？无啊无啊，抓着三百。来这个想要干哪要得？你拄只干，这拄只在偷啊。来抓着三百个要吃，来提箱啊，倒背一下。提箱啊倒背一下。好嘛，所以啊。是谁哦？来，看我们讲牛柳哎。来，看我们讲牛柳哎。你提上炒青菜、炒沙爹吼，青菜炒青菜好食。啊，我靠，炒一包一百外，炒两包五百。来，想要食牛柳来三百，看我们讲三百。来三百，看我们讲三百，无将好哩，来三百，再过来三百，看我们讲三百。来三百，看谁啊？谁买？三百个就只有三百，你不要差钱哦。来五百，三百个要借无？来，过来。来，然后两个无骨鸡腿哦，这无骨的，爱来做真空的，啊这皮拢来调过啊，啊恁到后壁行排一定啊，调这样用烘的，啊想要食鸡腿的来三百，我买一个三百，三百咱就一个人给三百，这我一片也八百嘞，两片三六，到后壁食无再过来，来三百咱就一个人给三百，无再过来。三百一人客户，三百。三百，够人要吃？不吃嘛。冷场了啦。哎呀，你这厉害啊！做事要箱子，要不要？啊，收起来。收起来。我早来买收啊。无啦，你啊提个箱子去后边坐啊。啊，一个人过来，看先听，别无看个啊。来，九粒一块算咩？九块也无啊，九块啊，九块啊，九粒一块啊，上午我去给予你啊。我十秒你去啊，十秒，九秒，七秒，六秒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起好，起好，九块起起啊。无啊，上来。这什么的？我的。你哪呢？爱就是安尼啊。是啊，你后边这边在做什么？干杯，稍微吃，莫啰嗦。我来干杯，你来吃嘞，无吃全部干干当下就好啊。大礼拜我等下等你，开一千好啊，来一千块，稍微吃，一只标志好啊，你别考虑啊，开一千好啊。干杯袂遐济啊，一千块好啊，一包半公斤，我咪改成半台斤，我来要改成半台斤，你嘛唔知啊。啊，咱袂乌白甲你变啊，这两包呢一公斤，一千公克，这免阁考虑啊。这四包钱我买就规大单送你，来这包我你一千好啊，来一千块一个人家，干杯，一千块再一个客人，一千块好。一千块，一千块，搁一个人给一千块，一千块，搁一个条条，一千块，然后一千块，一千块干杯，一千块上面加一千块，一千块上面加一千块，一千。四百七十块嘛，四百块了，多少给我？四百七十块嘛，四百多少给我呀？四百，四百块七十块嘛，不要你失望个呀，我干杯，不要失望，四百多少给我呀？四百。无啊，无啊。来，最后一个。包过，两百了，好啊，无啊，包过，下下讲过啊，来五百，啊无你来我后边，是啊，啊来下下讲过无啊，客过来啊，做一届啊，吃好吃要卖两届啊，来我来讲，这下下讲，当个季节就好吃啊，唔免沙发，唔免机啊，我这卖遮侪年的产品啊。这若有材料卖遮侪年个啦，无够好食，我来讲也无材料，真正卖足侪年个啦。二十条你啦，三百免机啊，我买啦，当个真正甲配饭啊。伊啦下个各小各种重啊，你不要做点心全部重，唔免三百机啊，我二十条总机啊，一百了，来一百块怎么食？来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了啊，一百块。你阿姊又要禁啦，唔禁是啥物意思啊？姊你会当禁出来无？拜托个，你来阿姊啊，地口罩一百块我死重来，快来阿姊啊，地口罩一百块我死重来。对，嘿，四档啊，对，好，安尼档，你过来，
好，来六个你包起来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这箱我先包啊。来，这什么？鸡鸡。你敢有人要吃白虾？白的敢有人要吃白的？一个要吃到第二个要吃白的，白的给我摸起来。有当时做生意足歹赚的啦，赚两箱来，卖的拄啊好啦。哦，我是讲人家拢伫遐念讲，啊，吃吃吃来，无买着白，无买着白。今仔加到加上，你今仔讲加出一箱，莫搁人提买无着。结果你甲看，足歹赚的啦，哦，足歹赚。啥物吃白？两千落啊，来两千块，啥物吃？两千块，伤济无？五百落啊，来要吃白开五百落啊，五百块落啊。我白会哦，你学落啊，嘿啊。这按现老来讲哦，同款菜啦，同款甜啦，吼，无甲伊好食啦。这两啊三斤啦，每一年的中秋节啊，吼，蚵仔啦，带壳的蚵仔啦，这啦，拢固定起价啦。当年就照这个板路起来，拢无好笑的啦。咱就甲叫起来，无鱼肠配合，我无我无当安尼白恁接受啊，五百块了啊。来五百块，搁一个啥物事？五百了啊。其中的煎啦，其中无啊，其中的炒啦，其中的烘啦，好食啦，真正啦。五百，最后一个紧来起价，当然啦，五百。来五百，搁一个啦，五百块啦，五百搁一个啦，五百块啦，五百块啦。五百，搁一个啦，五百啦。那我买着啊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但你若无买，人家你甲试一下滋味看卖，开鱼啊五楼试食看卖，无要紧。鱼啊五两百五，鱼啊五。来一个。鱼啊五楼两百五，鱼啊五两百五。来鱼啊五，我要吃无？鱼啊五。